从去年12月底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没回过家。 是一家小的传染病，但是我们接收了第一批新冠肺炎病。从今天起，走好防护，24小时待命。抢救多久了？三十分钟。左胁病变，伪膜死酒鬼。因为这个病根本就没有可疑。咱们医院又多了2名客人感染。 已经靠不住了！他妈的，老子医院的能力没有问题。我回九里，我也会照例传达。从明天开始离开 ICU， 听明白了吗？我来的第二天，写了2封遗书。平时练得再好没有用的，关键时候不敢插病人就死定了。他妈说了，要不我拿，赶紧走。 患者的死亡率一直降不下来。作为医生的我们，却束手无策，我的心里很难过。我们得对得起自己这身衣服。 都拿出来，就要把病人一个一个救活。二号和B型情况不好，再来人呢。好，我来。准备肾上腺素进推。血压下降，准备大量输血。你要顶住啊！武汉是能够过关的。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。